会，这是我们的希望，我们要把我们的goal哦，要讲清楚啊，要让更多人知道，这个是台湾希望要有的目标。但是我们也非常的 realistic， 他现在没有 tariff negotiation 的 authority， 我们也很清楚，所以这个不是短期内可以办到的。但是 please don't forget， 这是台湾想要的。但是你现在做不动，我们当然是了解。他当然他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外国企业，但是我们 building block， 我们先把其他的 blocks 通通把它弄完整，整个基础都非常稳固了，那只剩下最后一个 tariff， 那就等那个你的 authority 到的时候，我们再来处理。这个台湾 certainly 要接受的。就过去通通在中国，所以现在他要一部分出来。但是当时在参加 WTO 的时候，我们的确是在同一次的 ministers meeting 里面、通过的。这个是的确是这样子发生，那也的确是台湾等了大概两三年，就是当台湾的所有工作都已经做完了，那所以我们的案子就被放在一边，等中国的完成他的谈判。那我们所以这个是一个过去发生过的事情，会不会引用到现在这里来，也没人晓得。我们不认为应该要引用了，因为整个情况不太一样。